做，确实哦。要夹脚啊，夹到内侧。可以吗？好。那小孩别来问。好好。站在地的时候，你要注意一件事情。你低的时候啊，你的身体要准。好，我们现在大概都是正面，然后这样，这样都听不到。好，看到没有？我以前记得，如果你有鸟背的话，它是正，所以你必须要转过来，要转过来。好。先停动吧。